金头发，是一头牛，然后一击击中。有人说我没有棱角，棱角从来都不是说出来的，我是陈楚生，我的棱角在我的音乐。
做什么？我叫陈楚生，我在对面的角落里观察人们的酒杯酒来陪我的干，不要太多的命，不知你是否会记忆，我点燃这支香烟，他们说抽烟对身体不是太好，是不错的时光，我的生命还是今年的努力，难道是老明星就多了这一口？就像深爱的人突然说分手，虽然心里很难过，需要隆重的祝福。我越来越怀疑，谁说爱过是幸福？反正身上都是未痊愈的伤口。我经常嘲笑自己，不能说到做到，忘不了那段甜蜜，解不掉心中的瘾。我不知道坚持还有什么意义？我经常提醒自己，爱要不留余力，就算生活在这里，也要说说的是自己。却不知道，爱不爱不需要什么道理。是幸福，反正身上都是未痊愈的伤痛。我经常嘲笑自己，不能说到做到，忘不了那段甜蜜，戒不掉心中的瘾。我不知道这样坚持还有什么意义。我经常提醒自己，爱要不留余力，就算说我在这里，也要说错的是自己。最后知道。
记得去年我们有一场也是红牛不插电影演唱会，我们是在南京。今天就是有去过去年这一场的朋友举一下手看一下。很多的，不超过50%。那今天呢没有主持人，我就是主持人。所以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，我可以不回答。好，废话少说。今天是不插电演唱会，所以呢我们今天尽量都是用原声的器乐的声音，然后用最简单的配器，然后来和大家来用音乐来交流。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那么能够一直陪伴着我，然后在音乐里面给予我鼓励。那今天同样也会带来很多新专辑和一些歌，所以我们慢慢来，好吧？好。
Thank you.
天照谁的难？
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其实是在去年的这个交响乐的时候有唱这首歌曲，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。那我们这个环节就是一个翻唱环节。好，这首歌叫做《没那么简单》。感觉累了就放空。
是空心，但是一
稍微要安静一点。某某，我看我还是在这里唱吧。
接着来。因为今天没有主持人，所以我们就多唱点，少说点，好不好？
想写歌的时候，其实只是觉得说写歌可以记录一些自己的一些心情，然后觉得非常开心，然后唱歌的时候觉得非常开心。所以我觉得现在感觉说唱歌其实还有一个好处，其实就是可以送给很多朋友，也可以送给自己的家人，甚至送给某一个人。那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送给我外婆的一首歌，外婆。太夸张了。
为这首歌呢是守望者的主题曲。
们接下来来一首开心的歌，阿福。
情依然是假装。接下来这首歌，需要你们和我们一起来配合一下。待会儿我会考一下，我看左边和右边看哪边的厉害一些。其实这一次呢，也能够再做一次这样的不插电，我觉得，同样也要感谢这个红牛跟粉丝网，因为我们去年做得非常开心，今年你们开心吗？那我们争取明年再来怎么办？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剪刀石头布》。小提琴。
习惯穿梭，充满诱惑的黑
在这座城市的距离，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？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，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？在这座城市。
不免提起，又好忘记。当岁月将来安排我到很远很远，再望不到边，听不到爱的每一天，我又相信明天编织了一个谎言，欺骗每个辗转难眠的夜。可是你面前故事都被光阴重写，只是你现在惦记的人，那些幸福的心动的历历往事，让我思念一个一杯荒废的名字。